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杨门。去年线下最好的新人杨门。今年新人当中最看好的杨蒙恩，蒙恩呢，蒙恩就是零，每次看他都在线下都很炸。杨蒙恩属于比较有灵气的新人，我就觉得他不像新人。下一位杨蒙恩。第一次上节目有一些不适应，因为在走台的时候会发现和线下讲有区别很大。我觉得杨蒙恩啊，他如果能突破那个就是线下到线上的那种转换，我很期待他至少能打进前十名吧。今天的推赛很精彩，但是注定有一些人是要昙花一现的。我不希望我成为昙花一现的那一个，我希望努力一下吧，还有更精彩的表现。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杨蒙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蒙恩。虽然我是一个新人啊，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说，你们接下来看到的表演，你现在是这一场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，好吧？哦。其实我差一点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，我海选的时候差一点就被淘汰了，那天直接就把我干懵了，我就已经怂了。因为海选之前我特别的自信，有一个选手报名表上面就问你，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？我当时想都不想，就是李诞。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，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，挑战自我，实现突破。我连庞博我都不敢多看一眼。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但是我有个朋友，他是做选秀的导演，他跟我说，你讲什么不重要，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，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。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，他拿李诞来举例子，他就说，我现在说两个词儿，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？一诗人，二爱喝酒。你说你想到谁？你们把我把梗磕破了。没关系 ，The show must go on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导演不愧是导演，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。那提到杜甫，你能想到什么？我说啊，啊，你看。这就是杜甫为什么没有李白火，因为他没有标签。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脱口秀演员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。第一个是地域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是一个内蒙人，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，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的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明星脸，什么交大吴亦凡呀、浙传钟汉良之类的。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纲，但是问题的关键是，我觉得白举纲他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来向别人证明他是谁。我说我是脱口秀白举纲，就跟我说我是脱口秀杨志宏一样。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？你们当然不知道了，杨志宏是我大姨夫。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，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秀大会，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，结果他们起的都什么脱口秀大王、脱口秀太后、线下之王、炸场王、爆梗王，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。你就感觉脱口秀这个新兴而小众的行业里面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。我来参加脱口大会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，什么遍地是大王，短暂又辉煌，这些人。中国脱口秀只有一个故人子弟，就是赵小慧。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。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蔫的小孩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蔫到什么程度，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，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小孩长得就让你觉得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。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，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我甚至做过很多那种叛逆的蠢事儿。那时候武侠小说特别流行，所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，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，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给自己起一个又 low 又霸气的名字。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六中七匹狼。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，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。
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，就导致六中七匹狼我排第八。加入之后他们就搞一个仪式叫歃血为盟，割破手指头写血书。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，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这点血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歃血为盟的歃字怎么写。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，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，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。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人还没来全，就是六中七匹狼，应到八人，十到六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狼和五狼没写作业被老师扣下了。从那天之后我们老大立下了一个帮规，以后逃课之前必须做作业。我说等会儿等会儿，老师老大老大等一下，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，那就不叫逃课，那就叫放学呀。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，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，架没打赢几场，学习成绩上来了，文化水平就上来了。六中七匹狼从命改名六中七贤。这就是一个特别讨打的名字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一回我就被人堵在胡同口了，上来就问我，哎，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。我是要怎么样给我打，我说等会儿等怎么了，我怎么招惹你了？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。我你妹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？我妹妹说你老放屁影响她学习。吓得我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，我说大哥你在哪儿，我说没堵出来赶紧过来。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，喂杨仔，我正在考试，考完试就来过来。我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考试，你快来该救我啊。行行行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知道茅屋为秋风所赋歌的作者是谁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莫恩。终于把自己吹的牛给圆回来了。好，太谢谢了。谢谢莫恩。我想更正一下，我表演的不是真正的脱口秀。太荒唐了。破了梗那段是什么？他什么诗人什么喝酒，他想说李白，结果下面有那个坏蛋就说李白，他节奏就乱了。其实你得大声的说出来，不然你不说那个杜甫也不成立，杜甫不成立你现在这个敌也不成立。好在有太平天国帮助你，没有太平天国你就完了。王老师觉得怎么样？挺惊喜的吧，因为之前我没有看过。他是新人啊，是新人 是吧、嗯，那新人这样的话我觉得前途无量吧。加油。哎呀哎呀，其实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沙宝亮。有人说我像宋仲基。算了，当我没说当我没说，只能说发型有点像。对，谢谢谢罗老师，谢罗老师。杨门获得了三个拍灯，让我们恭喜杨门进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晋级区。我觉得今天的杨门没有讲好，有失水准，被观众打断了以后没接住，就是即使有失水准的情况下也已经挺好的了。恭喜恭喜恭喜。杨蒙恩挺强的，大家都在聊这个新人，但今天看到确实挺厉害挺硬的。第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惊艳的新人吧。我的目标是撕掉最强新人这个称号啊，强就是强，和你是不是新人没关系。